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 N与阿 Lam 频道，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李香琴嘅演艺人生。咁今集系继续同大家分享李香琴曾经参与过演出嘅电影。咁今日就讲到1962年。咁1962年啦，佢拍过嘅戏咧就有《罗成教官》、《百幸孝为先》、《真假洞房春》、《龙虎风云万里红》、《胡海恩仇》、《望娘滩》、《神眼峨眉寻太子》、《小偷捉贼记》、《千里送皇姑》、蔷薇之恋、夜深沉、哪吒劈天救母、哪吒出世、金间露碎银安殿、三告状、银盒太子乞食告御状、红孩儿、一曲琵琶动汉王、仙鹤神童救母斩蛟龙、平阳公主替子受斩刑、秋香院的大结局、秋香院的上集、惊天动地望儿楼、魔楼惊魂、情侣染袈裟、梨窝一笑九重冤、美人如玉剑如虹、春满帝王家、钟无艳挂帅征西、孙悟空闹龙宫、黛玉葬花、门当户对、七凤斗魔龙、八大女侠闹江湖、薛门七女将、撼天雷、仙鹤神针的新传上集、八大女侠闹江湖的下集大结局、哪吒三斗红孩儿。咁跟住就1963年，千金之旅、妙人奇遇、苦命鸳鸯、五间雕妻、魔爪神鞭、婴娥杀嫂、儿女恩仇、贤妻良母、状元考破蜜蜂计、飞剑神龙、难测女儿心、一点灵犀化彩虹、七手八臂观世音、南红上契新闻片、无敌天书大结局、两湖十八镖下集、大斗大、白猿太子阴阳崖会武、秋凤的上集和下集大结局、八仙闹东海、黑蜈蚣、工厂少爷、炮山神学剑、咖啡女郎、冷秋眉的大结局和上集、血滴龙凤杯、玉龙太子出家、杨八姐闹金銮、胡涂复星、两个东宫争太子、乱拜石榴裙、万恶淫为首、铁鸳鸯、天齐子会武、夜半人狼、子母悲、苦海一言苦的下集大结局、二郎神羊展、女人世界、仙鹤神针新传的下集、风雨一平机、复活玫瑰、追分记。咁跟住就1964年，都是有几十套咁多，分别是魔宫神掌的上集、抢集新娘、头等头奖马标、老婆本、999独天鹅、孝子贤孙、霹雳蔷薇下集大结局、霹雳蔷薇的上集、银箭金刀、
英雄情侣宝山河，魔鬼的爱情，通天师傅，海角惊魂，龙虎风云剑，打龙袍，三个正宫杀太子下集大结局，魔宫神掌大结局，金箭银龙，情之义尽，老婆万岁，女侠脱脱儿，惊弓鸟，女侠脱脱儿的大结局，海底龙吟剑的上集和下集大结局，恨海晴天，好儿孙，香城九凤，红绫血，七彩神火棒，大丈夫日记，神学金鹰，午夜招魂，感受天堂，街市皇后，秋叶萌，大丈夫日记的下集，四儿女的上集和下集大结局，三个正宫杀太子的上集，胡桃太太和乡里夫人。好，跟着就1965年了，牛仔出醒，八方英雄传下集大结局，同埋八方英雄传嘅上集，孙悟空大闹雷音寺，无敌天书嘅上集同埋下集大结局，情海金枝，好姐卖粉果，三姑嫂嘅上集同埋下集大结局，红色响尾蛇，喜结未了缘，黑寡妇，化身情人，春怨，罪人的上集和下集大结局，一帆风顺，大红袍，女人第一，三姑嫂的上集，太太日记，电梯女郎，大四喜，真假猴王闹八仙，百子千孙，施礼全家，三喜奇缘，双十年华，蒸生瓜，瘦身姑爷，标准丈夫，天火炉，海底骷髅塔的上集和下集大结局，无敌天书，玉面阎罗的上集和下集大结局，青山依旧夕阳红，萧声镇武林的上集和下集大结局，999神秘相思案，武林圣火令的上集和下集大结局，999离奇三凶手，赵飞燕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李香琴的戏剧人生，分享到呢度又暂时偷偷先。喜欢呢条片的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订阅我哋嘅阿 N 与阿 M 频道。下一集继续同大家分享李香琴的演艺人生。好，拜拜。